赵丽颖得了心脏病。赵丽颖今天发声明称不少博主造谣，但其实这些话都是赵丽颖在接受芭莎采访时的原话，也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造谣。不过赵丽颖马上就要有新作品要来播了，现在炒作一番也无可厚非了。二大神，说一说张哲瀚吧。张哲瀚签的于正，但是于正这几年的市场明显不如前几年，而且于妈比起张哲瀚更捧宋威龙吧，所以他能得到的资源就很一般。虽然演戏还不错，但是缺少资源和推手，要红起来就比较难了。三大神，谢霆锋为什么不拍戏了？谢霆锋当的身份，一个需要努力演戏唱歌，要获取更多人气的明星演员，而现在他事业有成，当然就不需要再去为稳固人气而努力了呀。现在在做的事情都是自己真心喜欢的事，如果再拍戏应该也只是兴趣使然吧，挣不挣钱也无所谓的。四大神，上戏为什么还特意发博维护朱正廷？朱正廷本来是正正当当的本科学历，却被无良网友黑来黑去变成了中专毕业，一流艺术院校结果被黑成中专，上戏当然不愿意了，所以就发出声明维护一下本校学生，顺便为自己证明，一举两得。还想看大神爆料哪些明星呢？欢迎到后台提问，大神会挑几个问题来回答哦。